我这边需要的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去省城的事你确定吗？是他告诉我的，你应该没有错。我们为此准备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哼，这个蛀虫，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你也准备一下，我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待会儿你去收一个电子邮件，里面放了一些资料，可能会对你有帮助。还有，拿到了之后，咱们在大屿山见。嗯，好，保重。你好，帮我查一下米洛咖啡。你好，是米洛咖啡吗？明天下午3点钟，我想订两个座位，靠窗户的座位就可以。好，12和16，谢谢。喂，龙秘书，哎呀，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哎，张总，市长的讲话稿我修改了一下。哦，把绿色高科成果提到了 WTO 的背景下来审视，并提出了争取进入国家星火计划的努力和期待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一来啊，我想新闻单位就有文章可做了。龙秘书，你可是一个高人呐，啊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。咱们在潜龙包厢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带桑拿房的那间。哥哥一定重重的谢谢你啊！好，好，晚上见。哎呀，你说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啊？简直是太对我的脾气了。什么是聪明人呢？这就是聪明人啊！王哥，名片拿回来了，拿回来了。啊，挺沉的。能不沉吗？这是999斤的。哎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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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清，你也欣赏欣赏。看看是不是有咱们预期所想象的那样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不错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比预期的还要精致。史进，文总，把今明两天所有的约会都取消，把日程重新安排一下。好的，文总。
这边请。我要一杯咖啡。好，请稍等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好，打扰一下。这是您要的咖啡，请慢用。十二号台在哪？在那边，这边请。你好，这就是十二号台。啊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没事，我等个人，他马上来。好的。嗯，谢谢啊。一下十二号的预定记录，是不是又订了其他台？十二号台刚刚来了一位女士，她又订了十六号台，在那边小包厢。谢谢啊。你就是毒药小姐吧？你够聪明的。好了，准备好。我们最后一句话得到谁的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。巧了，毒药是你，网络高峰论坛上发言的也是你，看来星座书有时候还挺准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怎么样，我的面试算合格了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哦，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哎，别啊，能请你喝咖啡是我的荣幸。嗯，我来吧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再联系。嗯，再见。
等。啊，今天一共来了多少家新闻单位？中央媒体一共来了4家，省里、市里的报纸、电视台记者都来了，大大小小38家，加上司机，人数一共是108人。漏了，还是漏了？应该不会有漏啊，是市政府办公厅出面请的，是按照市里重大活动邀请的记者名单。嗯，咱们发的请柬。我忘了提醒你们了，网络媒体，如今这个网络媒体很厉害，号称是第四大媒体，它可是宣传口的最新前沿阵地啊！啊，不去占领怎么能行啊？啊？知道了，张总你放心，我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。网站的记者也来了，我要求他们关于我们的新闻报道会在各网站上滚动播出。嗯，好，很好，你办事儿我是很放心的。有问题找莫莉。啊，不过你得记着，要发双份车马费。好的。晚上给他们安排点活动，让他们玩得尽兴。好的。张总，嗯，孙市长的车子到门口了。走吧，咱们走。嗯。文总您好，您不是说这段时间不过来吗？今天怎么会有空啊？我今天刚好有点时间，来放松一下。啊，知道了，行。给您钥匙。好，谢谢啊。文总啊，就是文丽文总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不找了，不找了。哎，文总啊，感觉最近锻炼效果怎么样啊？不错，很好，是吗？文总，您锻炼完了？刚才啊，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士过来找人，好像是找您，但是我提到您的名字，他就慌忙走了。我去看看。老张，啊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开得还好吧？太好了。
吗？回头您给曾行长打个电话，啊，就说我来过了。啊，嫂子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您留步。嗯。哦，我接个电话。你说什么事情？老曾啊，你让别人送来的东西都送过来了。什么？什么东西送来了？股票啊。股票？什么股票？就是广福高科的内部职工股啊。哦，多少？50万股。哦，知道了。它的发展前景是很乐观的。你说的没错。哎呀，市长啊，您批评的很对啊。我回去呢，一定好好的做检讨。哎，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带回去，让全行的中层以上的干部好好的学习学习。对广富集团，我们会尽全力支持的。今天我当着市长和张总的面，我表个态，广富集团需要多大的支持力度，我们市商业银行就给予多大的支持力度。所以说咱们要尽量沟通啊，沟通了才能步调一致啊。啊，哎，是是是。来来啊，张总。以下是我们对广富集团总裁张广富先生的采访，请看详细报道。我们将一如既往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趟前人没有趟过的河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我们的贡献。怎么样，龙秘书，有没有感觉到神清气爽啊？舒服，太舒服了。工作是工作啊，生活是生活，一定要讲究生活质量。张总这话说得太对了。来，喂，啊，大林啊，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抓紧过来啊，广富大厦，过来放松放松，喝喝茶，我介绍张总给你认识认识啊，抓紧啊。广富集团是我市著名的民营企业，他们本着绿色环保、勇于探索研究的精神，开发了新科技产品。目前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，对能源，尤其是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。林队长，哎呦，哎呀，久仰久仰久仰啊！龙秘书啊，跟我提起过你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好好。林队长啊，我有点相见恨晚呐。嗨。大林啊，刚才张老板还一个劲儿的批评我，说我今天才把你正式介绍给他，很不满意啊他。哈，张总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啊，应该是我久仰才对，您的大名啊，在大岳可是妇孺皆知啊。哎，林队长，我看这么着，你呢风尘仆仆啊，还是先去蒸一蒸，然后再按摩按摩，这一切全完了以后，咱们再把酒言欢，如何？这些就不要搞了，就喝茶聊天吧。啊，哎，林队长，你这话说的哥哥就不高兴了。今天你到哪儿了？啊，你到了张广富的家里，弟弟到哥哥家了，啊，还那么推三推四的，啊？耶，有句话叫怎么说来着？啊，客随主便，客随主便啊，对，客随主便。今天这个面子，你无论如何得给我。这个，张总，嗯，要不这样，
我这兄弟啊实在是不好这一口，咱们打牌吧怎么样啊？大林啊，别告诉我你连打牌都不会打啊。看来啊我只有从命了。这就对了。大庆，哎，你去张罗一下，把三妹叫上。好。你把那名片给我拿来。林队长，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咱们多联系啊。张总，我可没名片啊。哎呀，没关系。龙秘书那有你的电话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对。来，龙秘书。哎呦，我就不需要了吧？哎呀，这是我新换的，那我专门找人设计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太有品位了，太有品位了。丁丁，哎，龙秘书啊，一会儿啊。你们去玩两把，我明天还要到省里去参加一个高新技术展览会啊。好，好，有些准备工作啊我还要再做一下。好，嗯，我就不陪你们了。行，你先忙，不顾其他，大力地拉。好，走了。好好。大林，上次你跟我说想结交几个张广富这样的老板，我可就把你的话放心上了。嗯，这就对了，做人呢还是务实点好，交几个这样的老板朋友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生活意趣也就丰富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张老板也是诚心想交你这个朋友啊，好好把握啊。怎么样，哥们够意思吧？嗯，怎么请我呀？啊，最近吃的好了吧？啊。走，走。喂，张总。大庆，你送出去多少了？到现在才10000块。你是怎么搞的啊？50000块钱你打算送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还真准备打一宿麻将？送财不劳民啊，这个林南打牌臭，但是打牌是龙秘书提出来的，那你就多给龙秘书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。市长，我知道您很忙，操心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嗨，哪里哪里，都是为了给老百姓排忧解难，分内的事情不值一提啊。市长，您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，
您看今天这么晚，我会到家里来打扰您。哎，欢迎，欢迎啊！就是，我想跟您谈一谈，就是关于那个星火计划的事儿。你那个星火计划好啊。我起草了一份合约，您看一下。这样吧，先放在我这儿，我再研究研究，咱们以后再说啊。那好，师长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好好好好，哎，刘部，慢走啊，刘部，我就不远送了。环境不错呀，啊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大情报连，我发现你们是越来越会享受了啊。哎，这个茶的味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给我也来一杯。服务员，再拿一个杯子。那个李秘书怎么说？他说。今天有个会议，要是过来的话得等到晚宴之后了。觉得有点被动了是吧？但是没办法，这是在省城，不是在大院啊。嗯，味道确实不错。张总，陆经理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，张总，嗯，我还是头一回喝到这么好的茶呀。以后啊，我还要多跟张总学学茶道呢。哎，多长长见识，以后我自己也买这么好的茶喝。啊，郑勇啊，坐坐坐坐。陆经理啊。最近你们那个文总情况怎么样啊？他每天的情况我都有详细的记录，我按天向您汇报。重点重点说重点啊，这段时间他有什么异常情况或举动啊？这倒是没有，上班下班有谈判都在公司里，娱乐休闲也很少，除了去舍边健身就是偶尔去喝杯咖啡，他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爱好。那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？今天上午在公司里开了一个业务部署会，下午他去商场买了一些内衣什么的。这都没逃过你的眼睛啊！啊，那个，那他晚上都干些什么呀？他晚上一般在电脑上待到很晚，不是工作就是上网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张总，自从接到您的指示以后，为了更好地完成您交代的任务，所以我在他家对面的楼租了间公寓住下，而且
我还买了一套跟电脑配合使用的数码望远镜，整合了一套电子设备，所以他在房内的一切举动我都可以监视。不错不错，郑勇啊，你干得不错呀、啊、你这个电子技术部的经理学有所用啊。这个其实我对你啊一直都是很欣赏的，在董事会上我多次提出要提拔你当副总，但是文丽他死活不同意，我都替你抱屈啊啊！可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就年初那档子事儿啊，公司引进几百万的设备，厂方给你10万块钱的回扣，这事儿你办的就不漂亮了。这张总，你欠钱话跟我说一声，谁没有一个手紧的时候啊？结果怎么样？授人以柄。服务员，来上杯茶。当时我还以为啊，这个文丽他把这个事儿捅到董事会已经算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，他居然决意的要把你送交到司法部门，这不是存心要毁你吗？钟勇啊，10万元的经济罪案得判你多少年知道吗？郑总，我一听我就急了，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啊，你不去保护他，你还要把他交给别人去惩治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当时我就跟文丽吵起来了，现在我们俩彻底闹翻了。